大家好，欢迎收睇 Part 零嘅圣诞优惠节目。Part 零咧会喺今年2021年咧会有圣诞嘅大优惠，而今日为大家介绍嘅就系木吉他优惠系列啦。无论你啱啱学吉他，想买支吉他陪住你成长，还是你已经学咗吉他一段时间，想买支吉他咧成为你最佳嘅拍档，今日介绍呢几支吉他咧就一定啱唔实你啦。好，咁同大家介绍翻啦，我身边呢位咧系 Elmo。Hello。系啦，咁 Elmo 咧系我哋 Part 零前线嘅资深人员嚟嘅。隔篱呢位咧就系我哋 Part 零嘅吉他导师啦，佢叫 E.T。Hello。系啦，咁今日咧 Elmo 咧会为我哋介绍呢几支吉他啦，咁 E.T 咧呢个吉他导师咧就会为我哋演奏嘅。咁样咧，我知道咧我哋嘅观众咧对吉他咧有好多唔同嘅喜好同埋唔同嘅要求，咁每个人咧都想买一支适合嘅吉他俾自己嘅。系啦，咁会有啲朋友啦，可能想买一支旅行嘅吉他，方便携带，适合小朋友或者女士啦。而一啲朋友咧，又会想买一支吉他咧，个声咧系清脆啲，方便自己自弹自唱嘅。又或者想买一支吉他咧，系适合翻我哋亚洲手型咧，揿得舒服啲、贴线啲嘅。咁有咁多选择，Elmo麻烦帮我哋介绍一下啦。好啊，乐天，咁为大家介绍翻今次嘅 Party 圣诞优惠，有三款唔同特色嘅吉他，分别系 Jason 嘅 SA4000， 另一款就系 Levi's 嘅 M40， 同埋阿溜溜嘅 MC10。咁同大家介绍翻第一支吉他先啦，就系 Jason 嘅 SA4000 啦。Jason 系一款拆式吉他嚟嘅，咁佢系一支40寸嘅22格吉他嚟，由工匠进行多次嘅拆式工序，做出有生命力嘅颜色，赋予喺每一支吉他都有独一无二嘅面貌，分别有蓝色、绿色同埋红色。喺数曲方面同埋拍线嘅线声方面都会特别自然，产生嘅声音都会特别清脆，咁适合自弹自唱嘅。咁不如依家请我哋嘅吉他导师 E.T 为我哋弹奏一次试下。啱啱試完呢支 Jason 嘅吉他啦，咁發現佢嘅中低頻啦都比較突出啦，咁聲音亦都相當之清脆喎，咁適合一啲自彈自唱嘅朋友仔啦，咁同埋咧見到佢個 top 咧都好靚喎，咁係用咗拆式嘅技術做出嚟嘅，咁啊相當之唔錯。咁我為大家介紹埋第二款吉他啦，咁呢款就係 Levi's。呢一款吉他就是 M40 嘅木吉他嚟嘅，咁佢最大嘅特別之處就是會考慮咗亞洲人嘅手型，撳落去會比較舒服之餘，撳落去都會非常貼線。佢係一支40寸嘅吉他，有21格，同埋佢有三隻色可以選擇，分別係日落色、黑色同埋原木色。除咗可以揀翻自己中意嘅顏色之餘，吉他本身自帶埋 pick up， 除咗可以拎支吉他出嚟插 M 同朋友去 busking 之外，仲可以同人哋 jam 歌。同埋呢款吉他有41寸可以選擇，咁41寸嘅吉他佢琴身較大，共鳴會更加好，聲音會更加突出。咁不如依家又請我哋嘅吉他導師 E.T 導師幫我哋拎起支吉他試一試佢嘅聲啦。咁啱啱試完呢支 Levi's 嘅吉他啦，咁我發現咧，佢都幾適合亞洲人嘅手型喎，撳落去都幾舒服。咁咧，指板咧同條線嗰個距離咧都相當之貼啦。咁如果撳把確嘅朋友仔咧，應該就會舒服好多啦。咁我覺得仲適合一啲彈finger style 嘅朋友仔去學嘅喎。咁同埋我自己都有學生用緊，效果都相當之唔錯。咁啱先老師都為大家介紹咗兩款唔同嘅吉他啦，咁依家仲有一款，呢款就係台灣品牌嘅阿溜溜系列 MC10 材料系列，咁佢係一支旅行吉他嚟嘅，咁佢個 size 分別比較細啦，會方便攜帶，佢係一支36寸嘅木吉他，入面有20格，佢嘅聲音同埋手感都好好，性價比都好高，佢有5隻色可以選擇，分別係灰色、黃色、藍色、粉紅色同埋白色，除咗可以揀翻中意嘅顏色之餘，仲會包埋個保護性好好嘅吉他袋，方便攜帶出去。咁好適合小朋友同埋女仔使用噶。不如依家請我哋嘅吉他導師 E.T 幫我哋試埋第三支吉他。
咁啱啱咧試完呢支啊溜溜嘅吉他咧，咁發現佢嘅 size 比較細啦，係36寸嘅。咁同埋咧都覺得比較適合一啲中意 busking 嘅朋友啦，方便攜帶啦。咁咧手勢啊或者小朋友咧都適合彈嘅。咁同埋啱啱發現咗呢度咧有個 cutaway 咧好貼心咧，咁等大家彈高把位嘅時候咧可以舒服少少，放隻手落嚟，咁但係又唔會影響咗外觀，咁都相當之唔錯。好，咁大家咧頭先聽完 Elmo 啦，同埋我哋嘅導師 ET 咧，就為我哋示範完啦。咁係咪覺得呢三支吉他好吸引呢？係啦，咁呢三支吉他咧，除咗性價比高之外，就各有特色。咁大家咧記得快啲去柏林入邊去選購啦。好，咁大家記得啦，由你睇完呢條影片開始，去到2021年12月31日，即係今年最尾嗰日啦，可以運用影片下邊嘅優惠碼去進入柏林嘅網頁嗰度去輸入呢個優惠碼嘅。咁輸入咗呢個優惠碼之後咧，就可以獲得7%嘅優惠啦。另外仲有300元嘅課程音券啊！买满2000元仲免费送货添，咁另外柏林今次嘅圣诞大优惠咧，除咗木吉他系列之外，其实仲有数码钢琴嘅系列，咁大家记得去睇片啦。拜拜。